如何让皮肤更白，使皮肤达到肤如凝脂？除了使用护肤产品外，如何吃出美白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，最重要的是喝足水，同时也要吃足膳食纤维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喝足水，每天2000毫升。你说肤如凝脂，这个凝脂它不是面粉的那个白，它是含水量很高的，角质层的水分充足了，你这个皮肤才明亮才光泽。皮肤干燥的时候，肌肤缺水干瘪，看起来就是又黑又粗糙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吃足膳食纤维，要多吃粗粮，少吃精米白面。你吃的越粗，皮肤越细，你肠道越通畅，你的皮肤就越白嫩。膳食纤维就是每天要吃足25克，这个量呢听着不是特别高，但是呢事实上你要仔细的算起来就很难达到。朱毅介绍，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水果也是必不可少的，但要注意适量即可。你要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的水果，不仅能够加快胶原蛋白的形成，还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，去除黑斑。比如说咱们吃这个猕猴桃、西红柿、柑橘，这个里面的那个胡萝卜素呢有助于抗氧化，但是呢适量即可，否则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它可以让那个皮肤显得特别的黄了。紫外线是皮肤最大的敌人，它会刺激皮肤中的黑色素，导致皮肤变黑，起皱老化。朱毅表示，可以多吃豆类食品、十字花科蔬菜和不含糖的黑巧克力。你要多吃富含大豆异黄酮的这个豆浆啊、豆芽呀、豆腐啊，一方面是对付老化，同时呢它很强的这个抗氧化能力，还有降低紫外线的对这个皮肤的这个伤害。多吃十字花科的蔬菜，比如说白萝卜苗、西兰花苗，它里面的这个丰富的萝卜硫素不仅能够防晒，还对皮肤有各种各样的保护作用。另外呢，吃那个不含糖的黑巧克力，它的防止那个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变黑，它也是作用效果也很不错。孕妇吃些什么可以帮助宝宝变白呢？朱毅表示，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水果蔬菜，对孕妇和宝宝的皮肤健康美白是有益的。对于孕妇而言，喝足水，吃足膳食纤维，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和水果，还有多吃坚果和深海鱼，对于孕妇的皮肤美白和那个宝宝将来的皮肤健康都是有益无害的。朱毅介绍，遗传基因是决定皮肤黑白最主要的因素，食物有助于美白，但效率低，需要持之以恒，并且皮肤是身体的镜子，它受到整体健康状况和自身情绪状态的影响。皮肤是身体的镜子，皮肤的色泽、质地、弹性，它受到整体健康状况和自身的这个情绪状态的影响。因此呢，我们均衡膳食、适度运动、优质睡眠、平和心态，对于皮肤看上去达到我们希望的状态，那是最有帮助的。